修行啊，乃是大众护士啊，因为世界险恶，世界才会当荒废啊，咱有世界才会当秉持乱想，定力开开智慧，安尼呢才会当退伏心魔，解脱自在啊！一切诶世间恶业，无不都是辛苦去做呢。世间诶人我是非，无不都是巧业去做。所以啦，这跳数啊，心沙嘛，这叫做七支呀。咱要甲这个七支呢，转恶为善。那就爱看咱戒定慧三无量，三无量就是无烦恼啦，一切呢一杂念嘛，拢已经去除咯、哦。所以啊，一切都是清净，无不都是呢自利利尽。所以啊，这必定爱降伏心魔。在当头布置了种种的恶，就是身口意三业的恶，咱已经消除啦。了后呢，接落来啊，这个报忙修行乃是要出离三界，咱若转一个念嘛，想要出家啦，哦，自然啦。魔界啊，会恐怖啊！因为呢，一个人若出家，就会当颠转化道，所以魔伫三界中的魔王啊，上烦恼的呢，就是三界中呀，魔孙魔主啊，安尼解脱出去啦。远离了这个牵绊吼，这个牵绊的惯习啊，这叫做报魔。因为呢，这个魔道啊，上烦恼有正法来破除伊。那咱啊学佛了后，当然啦、啊，大家人心静、行静、道静啊，自然都会破除了魔。法啦，所以安尼呢，咱发愿出家，魔王都会恐怖，也很震撼，也真烈哦，真惊，自然啦，惊伊的魔法啦，被降服去，这是魔王最烦恼的。所以出家呢，从因之果啦，有三道三处的报忙。哦，有的人就讲啊，我一个心啊，要修行啊，有真多烦恼困扰，安尼来阻碍啊，对啊，这都是报忙的事，魔君啊，魔将啊。现出了真多烦恼来甲你障碍，所以出家呢，毋是一项真简单诶代志。过去拢安尼讲，出家乃是大众护士，众上难为哦。一定呢，爱真勇敢嘛，爱放下迄个心灵烦恼。安尼甲咱牵绊着，所以咱必定呢，爱有这份的勇敢啊、知啊、识啊、明啊、理啊，咱必定呢爱放下，唔只是知识明理放下，咱爱搁再起行精进，无贪困，无贪享受，这呢，才是真正想要出家的人啊！有的人都讲，好出家哦，干那想到要遐早起来，我都足烦恼的哦。哦，出家哦，甲大家人团体安尼修行啊，拢无有特别的自由，安尼我嘛足烦恼的啊！看出家呢，唔是遐简单啊，干那个人的生活行动，那都爱甲大家人平齐生活呢，有这种的规律。这真正是出家无简单哦！那就是互你出家成功了后，你若是独善其身啊，敢若修你家己的行啊，那就是第一次的破魔咱破敌啦，互你静心修行，袂过来扰乱你啦。但是呢，你若是搁发一个大心。我唔只是干呐独善其身，我要搁兼利他人。这个时阵，发大心的是魔王啊，嘛会惊啊！你一个出家都已经出家去啦，那么其他的人，你搁甲伊点转伫咧教育化度，安尼。敢是会更加多人离开三界呢？所以因，佮第二道破魔，佮有第三处。第三处，当你要升顶正觉的时，你要觉悟的时啦，同款魔会过来扰乱。不过，这个时阵的扰乱呐，就是魔王。将要受制服的时，所以破魔啊有三道，你前的两处呢，只是干那互魔王会惊，惊你会脱离三界六道。第三处啦，最后呢，那就是啊，咱的戒定慧，这个力量呢，完全展现出来。甲咱的威力啦，正觉的威力啊，已经展现出来啦。那就是超越魔君啦，降服魔将啦，就再也无有这个魔来扰乱啦。这就是已经降服了魔王，所以出家啊，定定会碰到真侪心灵的困境吼。那有坚定，叫做修心。立定吼，那立咱的定啦，那安尼呢？这念的心，自然呢，咱就真坚定。所以修戒弘道啦，道必回。咱若有修戒，咱若有依照道，安尼去实行，安尼去行啦，自然呢，咱就会当回道啊。这叫做破魔。我去世出家啦，阁有一个名词吼，叫做去世。什么叫做去世啊？去就是本啊，本来哦。第一是去法自度，咱向佛啦，就是要来去法吼那。乞嘛是讨的意思嘛，也嘛是请的意思，嘛是求的意思吼。那么，咱常常都讲，上求佛道，不断伫咧向上去求道法啦。所以法呢会主导，法就是咱的主粮，就亲像讲，咱日常生活，咱要行偌远的路，咱来耗费咱的体力，咱都爱食饭啊，补充咱的体力啦，咱的身体呢，才有力通好向前行，才有力呢通好做其他的代志。同款啊，修行啊，都亲像行道者，行道者呢必定爱有资粮，啊，这个资粮呢，都是法啦，咱来不断去法、求法啦。来做咱的道娘，生长咱的慧命，向这条路直行去。这呢叫做克法主道，所以法呢会当滋养咱的慧命啦。那再来去实，去实就是滋心，滋养咱的心。也因为佛陀的时代啊，伊制度出家呢，大家人既然出家，生活上家己爱处理啊，恁大家人爱每天呢出外去乞食，这过去呢，定定都甲大家人分析过去，希望在树顶阶级会当头平等啊。希望人人呢，会当过这种的生活来调伏家己的心，所以啦，咱爱乞食。那么这个所在呢，叫做乞食，食乃是敬称的名词啦。比如讲，一般啊，学士、硕士、博士。心事、理事等等，这都是尊称的意思吼。啊，尤其是伫学者的尊称啊。所以讲起来，开始就是已经开悟的人，在家嘛会当称为开始啊。开始呢？就是菩萨的意思，也嘛是一般伫咧称诶大师，咱即嘛定来伫咧讲称修士。虽然在家诶形象，也是啊出家诶心，这叫做称修士。总共一句呢，现出了出俗清净诶形象，这呢堪修。敬重，会当通堪得受呢？世间人所敬重的，这叫做事，哈，被敬重之事。那以教弘道啊，以理助行，这拢总是呢，依照佛陀的教法啦，按照佛陀的教法去实行。这种的道理呢，咱对咱家己啦，真正唔通去互懈怠，甲咱降服去。咱爱家己自省，胜过了咱的懈怠，胜过了咱迄个杂念妄想啊，亲像安尼去输啦。